这个就是雕那个什么，雕那个泡沫膜做家具的是吧？是。你们一天小的能，小的一天能完成这种小的能做几个？这种啊，这种一个做一天多，一天做不完哦。小的能做几个？一个做不完。一个都做不完。要整个全部做出来，从头到脚做不完的，没有那么快。这个很复杂的，你看扣子什么都有，手脚表情。这个是做那个夹具的好吧？嗯，做好了他们就翻模了。嗯，这可不可以？我上，对，这应该是游乐场做的。然后这个是泡沫的形材，雕刻了一些。边尿，这里还有一个小火车，都是泡沫的。开不开？都是软的，炸的泡沫膜。这就是前工序，这个是要雕模，雕模直接做。